那我们当然全力支持啊蔡英文主席，然后也同时呢也祝福蔡英文主席。那我们希望大家团结一致，在明年的这个2016的总统大选，我们赢得胜利，共同承担台湾更大的责任。市长有没有针对说这次如果副手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先提名来就替他做准备？我这个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是啊，成功不必在我，守住价值比任何职务的重要。可是现在大家都认为您是最适合的人选，有助于加分呢。那你怎么看呢？对，校长好。